大家好，今天来到福建莆田，这里看一个历经千年的古墓，这个墓址叫做灵魂，他的后人出了18个进士，本地人也叫18进士墓。究竟这里有没有出了18个进士，请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欣赏。这个古墓历经千年，依然保存得非常完好，现在是国家文物保护。这座古墓在秦山中，山环水抱，完全达到古人对这个风水学的要求，藏风聚气，得水为上的标准。啊，这个地我们先从青龙沙这边拍起。啊，青龙沙，两重青龙沙抱过来，看到面前堂脊。啊，大家现在看清楚，这个地的最大特点就是内水口这里，桥两边是不是有两条石柱？风水学上也叫华表。耸立在这里，锁这个内水口。再看外面案台，案台也非常端正。最远处的是朝风，啊，拉近给大家看，双峰。起地就立那以三星兼存，对正那个朝风偏一点点。我们再拉回来拍白虎啊，这边是白虎沙，白虎沙也是非常有情。我们再回到堂脊，再看这个水，上面有条小溪环抱过泄场。汽水的地方是前，左边来水的地方是五的位置。起地立那以三星兼存。